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做，可是找不到满意的时机。现在好像不错。时间还在变，我们还在变，但请你相信 you are my 愿意嫁给我。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就像你说的，这不一样。今天才是属于我们的婚礼。那天走失了人海，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，一定回来。Pretty sunshine， 美丽的世界，好好坏坏，只是无谓空白。你还能更煞风景吗？我刚才有点喘不过气来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趁现在欺负你的。一定会来。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， 等着我，其实是可以，不要再离开。现在啊，这里我还有一个地方。以琛，怎么忽然醒过来了？你怎么没睡觉呀？在想一些事情。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刚刚去美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以为你会一直都说你不想知道。对不起，你现在告诉我好不好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那个好长的。我以为你会先问别的呢。不着急，慢慢说。你知道我英语有多差的，刚到美国的时候就连路牌都看不懂，每一次都是越走越远，还要一边学英文。
就算是加鸡蛋也没有办法去拯救他。那你为什么不吃别的？因为别的都很贵，而我当时真的很穷。你爸爸没有给你钱吗？有啊，很大的一笔，当时都把我给吓了一跳。后来是在报纸上看到，我才知道，就把这笔钱给寄到大使馆里去了。那大使馆有没有寄表扬信给你？当然没有，我又没有留下名字。那一次是在一次花人大捐款里寄的。其实我没有想什么特别高尚的想法，就只是单纯的觉得，如果没有那笔钱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爸爸还活着，我们也还在一起。还有，可是再提起这些事情，我竟然一点都不难过。因为现在你有我。明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的事情吧，我也想知道这七年以来你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。好，不过我的事情比较枯燥，你听了会睡着。那不是刚刚好，正好就当是催眠。医生，把头发留长。我短头发真的很难看吗？真的很难看。到了。那么快、注意安全。
啊，走了，拜拜。嗯，晚上我来接你。莫生，天天嚷着吃的鸡蛋灌饼给你带来了，谢谢。干嘛？你这眼睛怎么肿肿的呀？嗯。还肿吗？你以为摁一下这眼睛就不肿了？莫生，你的智商它去哪儿了？飞走了。飞走了？他走了你就给我惊喜是吧？是。谢谢。袁律师，我听说你们所里这方面最擅长的是何律师，为什么不见他来？是不是对这个案子不重视了？严重了，严重，哪能啊？你们这个案子是我们所眼下最重要的案子，何律师昨晚连夜整理资料，形成报告，所以才会来吧。放心，放心，已经在路上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报价上了吧？啊，关于这起纠纷案，经过我们上次讨论的结果，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，具体表现在第二个部分第五点。根据有关规定，辩经双方充分协商，我们这次何律师，刚才错怪你了，原以为你的迟到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。原来就像袁律师所讲，你在赶资料。是熬夜了。这个案子交给你，我们放心了。有你这个态度，就算输了，我也不生气。我倒没把握会输。我相信你。谢谢。说吧，到底为什么迟到？不是为了案子吗？少来，我还不了解你。这种案子你驾轻就熟，还用熬夜？老袁，早点结婚你就懂了。行，看见没有啊？才结婚几天啊？就三天两头跟我秀恩爱啊？这还没行啊？我早就淡定了。这还叫秀恩爱？那老袁，你早点习惯，说不定以后天天秀。这种日子没法过。我要去征婚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件事。今天我既然迟到了，我也顺便早退吧。哎，这谁老大？这里谁老大？你笑什么？这里谁老大？我的逻辑已经被你们践踏得不成人形了。